Okay, our first kiss. 嗯，这个 first kiss 应该大家印象都很深刻，是吗？可以这样讲吗？还是你都忘了？可以这么说，记得什么时候了？你不记得谁是不是？我记得，记得，我记得什么时候，但是谁？Not so sure， 没有印象。Not sure about that。毕竟眼睛都闭着。First kiss， 谁要先开始？来，那行，那个记得最清楚的。等一下，我先问一个问题。好，你问。你们第一次的时候。眼睛是睁开的还是闭起来的？哦、oh, ，That is a good question。哦，闭起来的。Why were they open？ 因为我觉得我好像第一次的时候眼睛是睁开的。好奇怪，你有、啊、没有人跟我说要闭眼睛啊？刚刚他有睁开吗？他有睁开吗？没有。那还我想说奇怪，没有人跟我说要闭眼，我后面才知道说哦，亲的时候睁开眼睛有点怪。哎，没有没有，但其实也不能说怪啊，为什么张开眼睛就是怪？对、啊，没有这个规定。对、啊，我就想看我亲他的时候，他是什么表情啊？对啊，没有没有人，而且韩剧也都这样演啊。被亲到的时候，眼睛会瞪大。吓到，原来你是吓到的，是这样，不是那种，不是。你没有，那你是怎样？没有，因为我第一次亲嘛，我要 make sure 我的嘴巴有对到嘴巴嘛。就是、你用嘴巴去感觉吗？我不是很，我不是那么熟练嘛，所以好那好，那从你开始好了，好从我开始。对，那我第一次没有，我觉得没有很特别，就是为什么没有很特别？没有心跳就砰砰砰砰。第一次怎么会不特别？第一次一定是最特别的、啊。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有点紧张，对，一定的，对。然后我脑子里面想象第一次 first kiss 就是这样，不灵，就是这样花在后面开起来这样子。喂，那几岁？好像十七十八吧，啊，就是那蛮晚的，高三的时候，蛮晚的，六岁是不是？六岁，亲幼稚园老师不算，我算是蛮晚才 first kiss。嗯 ，OK，but 这是谁？这个女生是谁？就第一个女朋友。OK， 那是怎么 lead 带到这个可以 kiss 的这个机会？那个时候好像就是我们高中下课，嗯，然后大家那天不知道什么，就大家留下来比较晚。然后后来就只剩我跟他留在那边 ，OK。然后就哎呦，有一点 time alone 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就在学校的那个美国的那种长椅 bench 上面， yeah, I know. 好浪漫啊！对，就是很标准的那种美国感的那种 first kiss 这样子。对。Okay. 但我第一次就有点紧张，所以我就有点就是我要 gotta make sure 我第一次有亲的不错，做要做好，要做好。要做就要做好，对对对，你不可能两个脸是同个方向这样过去，对 对, 对，所以啊撞到了撞到鼻子这样子，所以我觉得第一次他也是他的第一次，嗯，然后我觉得我没有特别那种第一次那种哇的感觉，还是因为你太紧张，你没有办法去享受那个哇，对对对，我感觉我就是我要 make sure 他有那个哇，哦，你要让他有那个哇，我要让他有那个，你就要做得很好，对对对对对、oh, ，OK。所以我反而是第二次的时候比较有那个，跟他第二次还是第二个 kiss， 没有第二个 kiss 啊啊啊，就是 right after like 5 minutes after 这样子。哦，那第一个、oh, okay. 第一个维持了多久？第一个我不知道，半个小时，没有很久。我是舌头，第一次就伸舌头吗？有吗？我问你，我没有说，有没有我没有说，没有吧？第一次会伸舌头吗？我问你而已，我好奇了一下。那第一次的时候，我记得还有点撞到牙齿。你撞到他还是他撞到你？谁是？就是、哦、痛哦，就是有一点，就是没有那么很大力，就是有碰到一下哦。Oh, OK， 那所以你亲，然后是 hold 住多久？大概20秒，20秒蛮久的，你很厉害，韩剧那种。Did you break？ 然后你20秒都是这样？对啊，没有第一次真的就紧张，所以也没有什么反应。所以你第二次再亲的时候，就有一种哦，刚刚已经亲过了，熟练的，对，我立刻。我已经老手了，老手了，哇塞 ！You want kiss? Sure， 然后就二次啊，那第二次亲的时候就有一种哇，有舌头了。哎、欸，那我好奇，那你亲完之后，你们有说什么话吗？有哎、欸，我记得有一些蛮尴尬的对话，就亲完第一次之后就有一种，哎、嗯，刚、欸、刚是你第一次吗？我也是，哦，对，一定会有这种尴尬的话，对对对，就讲一些蛮尴尬的，就哦，我觉得很棒哦，有心得交换、哦、有脸红吗？脸肯定是超级红啊，应该很紧张，第一次一定都会很紧张，很紧张，很紧张。OK， 所以第二次也没有舌头。你很在意这个舌头，舌头舌头到底什么时候伸出来的？我个人很好奇。
但我不记得舌头什么时候伸出来，自然而然的。对对，就自然而然的。你是被引导着伸，还是你突然就？哎，你不要，这一定会有一来一往吗？True， 要么就是别人带着你，要么就是你先主动觉得我想要。对对对对。而且你这样 kiss， 只是这样摸了一下嘛，是嘴唇有动，还是就是只是贴在那里而已？第一次就是嘴唇大概就是贴着而已。OK， 那第二次就有。第二次嘴唇就开始动。怎么样的动？是左右这样子。左左右右，嘴唇怎么动哦？嘴唇应该就是这样子。哦，你说对对，就是这样。还是你是 ？Oh my god！ 不是，我好奇啊，你那个手势太恶了吧？就是整个把包住是不是，不是，我好奇啊，就有比较像是在吃冰淇淋那样，会这样含一下，oh, okay, okay. 然后这样子用吃冰淇淋的方式吃对方的嘴唇。所以你有咬他嘴唇吗？咬嘴唇应该是比较进阶的动作。OK OK。第二次就咬嘴唇，怎么？那你要给你这个 experience 打个分？你觉得这个 first kiss 先不要，你就说第一次跟第二次你刚刚讲的那个先就 combine 当做 first kiss。哦 ，combine 的话几分？给自己的这个 experience， 我给一个75分。75，那哪里可以加强一点？因为第一次有点烂，第二次蛮好的，平均下来75分。OK，、啊、所以你对你的第二次就已经算蛮，我就觉得第二次就很有就 accomplishment， 不是 accomplishment， 就是听起来就觉得顺水呀、啊，这样子水水啦。那第二次亲多久？第二次就比较久一点，40秒，大概我也不知道、欸、就是可是因为你在亲的时候，那个时间的流动不太一样。timer 那个我有做 research 的最佳的那个轻轻的时间哦，破纪录啊，到 pull away， thank you， thank you， thank you， 谢谢 OK， 75分，不错啊，感觉没有到很尴尬，没有到很尴尬，因为你就是 lead up 到那个 kiss 的时候，感觉算是蛮自然的，就是蛮自然的聊天这样子，对对对啊，那就好啊，就是两个人眼睛这样，哎，我们现在好像要来亲一下、哦，所以是凭着这个感觉。对对对，所以亲的时候不一定眼睛要闭起来，对吗？我是觉得还是闭起来比较好。Hey guys, thanks for watching that clip. 感谢你们收看这支影片。Don't forget to subscribe. 不要忘记订阅。And if you want to watch more, you can click right over here. 如果你想看更多，就按这里，点这边。Click, click.